大家好，我们养花一般是少不了磷化金钾磷钾肥的了，不过就有花友担心怕购买一些假货，那么如何辨别真的磷化金钾呢？今天就跟大家简单的分辨一下。首先看一下这个包装，包装的话有些是可以打开这个盖子的，打开盖子之后呢，咱们看一下这个包边，如果这个包边包的比较严实的话呢，这种磷化金钾呢就回真货。再看一下这个颗粒状比较的细小的话呢，也是比较好的一种磷化金钾，高纯度的磷化金钾。如果是一些假货的话呢，这些是比较的粗糙，颗粒是特别的粗糙的，而且这个表面这里呢没有这个锡纸盖住的，就是没有密封的，这种的话呢就是人工装进去的。这种的话呢包装的比较严密的，就是一些比较好的了，而且纯度是特别的好的，纯度大概为95%的。有很多花友往往不懂，就是在购买磷化金钾的时候呢，不懂得如何做挑选，盲目的挑选，就导致买到一些假的。比如说像这种的话，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呢就有一层薄薄的锡纸做一个包装的，包装的比较的严密的，这种的话呢就可以购买了。购买磷化金钾就是这样去辨别购买就可以了，咱们可以挑选一些预期比较接近的就可以了，如果快要过期的话呢不要购买了，一定要切记。好了，这期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如何辨别真假磷化金钾，好了，下期再见。